看别表哈。开点，开点，没什么问题，再开。太对劲了，兄弟，情况好像是。你那个那边那个停下来，这样停止吗？你这个挡孔这些干嘛要停顿啊？那个水泵打开了。那你水泵放那种直接就可以打开了，就是在上面打开。你在这里接好料就可以打开了，你干嘛要等上面？就在上面上的时候就可以打开了。